第一个，而且你说他这，早知道说哪里是主，哪里是好，这样的话，就把这个，不要大牌，抓这一片下来，劈到一下左肩，让左肩劈到光，然后手肘要绷，要顶，然后呢？你的右手抓着这个螺纹，慢慢的，不要太紧，它的话呢，它牵出来打结。我二分之一的时候，要用的虎口，你不一定要伸出来，如果还是卡住的呢，你可以抓掉。那你的右手，左手是太忙了，让我的左手这样子，这个姿势，对，我丢的时候再学一次呀。再杀出去，很简单。对对。然后我们在收的时候，如果有鱼的话，我们就会知道它会看往外面逃窜。对，很多。这里有一个袋子，没有，它是这样。这个鱼它不，它一定会在这边挣扎，掉到这里，慢慢收。它一定会挣扎，你就慢慢收，然后到了袋子，拿出来，然后拿出来就抓着，翻过来。开始了，要让它滑掉。你也可以这样，我就是个人习惯，你就是这样。那我的。